尿道下裂的患儿手术时年龄相对偏小一些，最好是在2岁以前吧，因为这个时候比较好，孩子对身心这一块儿，对他的身心健康是比较有益的，阴茎也发育的也偏小一些，使得这个泌尿外科手术也比较小。术前应用这个 HCG 啊，可以刺激这个阴茎和尿道的生长，增加这个海绵体的这个厚度，另外一个可以减轻这个手术后这个尿道下弯。